3D 动画大电影《龙之谷：破晓奇兵》31日在大陆正式上映，海外尚未播映，可以声名远播。在此前举行的法国戛纳电影节上，斩获了多个国家的海外发行供应权，并刷新了陆产动画电影海外销售的记录。电影出品方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介绍，影片参加了5月18日开幕的法国戛纳电影节，短短2个月，海外保底预售就达400万美金，勇夺陆产电影海外销售金额第一名。海外供应的国家包括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等30多个国家。《龙之谷：破晓奇兵》根据风靡全球的盛大网游《龙之谷》的故事改编，兼具史诗、魔幻、冒险、战争特点，讲述了一个关于自由成长、冒险、爱与勇气的故事。作为一部国际协作的大电影，该片汇聚了中美两国的一线原创团队。该片制片人比尔·伯顿曾制作过《碟中谍》系列和《功夫》等家喻户晓的电影作品，是好莱坞的金牌制片人。艺术指导为格兰特·梅杰，他因参与指导电影《金刚》三部《指环王》而声名远播。据介绍，该片最快将于今年底在欧洲国家上映。